心情简便，不另外抽签。比赛即将开始，请在场各位将手机调成震动或静音，以免打扰比赛进行。本场比赛谢绝掌声。本次暂停宣布，比赛将于铃响后一分钟开始。所指证的贩卖毒品犯罪事实之补强证据，必须其等之对话内容。
指出，有无意识能力类推适用民法，即认定未满七岁者无意识能力，致使本应依询问性交当时情状的原警，后期只要未满七岁皆认定无意识能力，就可以结案。因为当检警单位调查到这种资讯时，因为检察官起诉之门槛需依照法定主义，亦即需主任被告有犯罪嫌疑，并非所谓的有合理怀疑而已。简言之，这样的非民意基础的判例，框限了政策上我们对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样态。本应由人民监督的刑事政策，却因此受司法权干预，人民仅能透过体制外的方式进行监督。刑事政策的制定可以透过立法来达成，可是也不要忘了，最高法院的大法庭制度行使统一解释法律命令之权，也会影响到刑事政策的产生。人民可以透过立法来决定死刑的存废，也应当参与此类刑事政策的决定。上述看来，我国司法刑事审判程序实施陪审团制，让人民参与审判的事实认定时，司法不但积极地将人民排除在外，而是将人的想法直接纳入，不仅仅使人民更相信司法，解决了线下法官受限于判例制度的枷锁，更实践历史的线下都存在的权利分立精神。故我方认为，我国司法刑事审判应采陪审团制。我的申论到此结束，谢谢。请法官二辩上台。好，没关系，你帮举手。
我们是民方不能够仅仅以一份民调的高低来直接导论出陪审制或者裁审制能够直接提升你的信赖度，对不对？因为我方可以提出，我方这边可以告诉你一份资料，这边我方所告诉你，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份资料，他告诉我们说，校长利用女童害怕失去课本机会做出性交与未遂行为各一次，已经触犯了刑法228条，并非认定被告女童是合意报道搞错这个问题，所以情况下的司法不信任有没有可能不是民方所说的这些在实务上判断这些什么民方所说的故意过失啊，有可能是媒体。媒体的报道，对不对？是这份案件在我方的资料里面有判决书的。没关系，我先帮你跟你确认一次，确认一下不信任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报道错误。好，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往另外一份资料看到，这份违反大劳建商判5年，但是人民仍然不信任这个司法，但是它的原因是什么？它原因是其实那个法官已经判业务过失致死罪要刑度了，但是人民仍然不信任，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先放下一个意见，我方可以提出两份资料，告诉你不信任的原因有可能是媒体，有可能是立法技术的问题。但您方所提出的另外一份资料，只是用一份民调告诉我说，现况下这个不信任有可能是因为对于构成要件。可以跟您方要一下这份例子吗？就是这份海军陆战队的例子。对，就是我方连后面的民众的印下，他下面对啊。可以实际指出一下，就是你看他这里民众。在下面这边都是民众的一些FB 的留言，可以可不可以？有没有实际上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学者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况下这些实际案例，或者是这些实际的构成要件非常难判断，或是人民觉得这个构成要件不好判断？我们只是认为说，当今天法院判出这个判决，人民不认同。对，然后实际不认同，因为你刚只是丢给我 FB 下面的很多人，我不确定是不是代表全体台湾人民的意见。好，接下来往下，接下来往下，跟你方另外一块论点，你方上跟下从这个大一统的统一解释，你方认为不应该实施这个代号。那你方提出两个案例，是一个是毒品的，那个可以你方，请你方提出一下资料，就是毒品的这个部分。因为现况下，你方所最后导出的结论是，在毒贩通贩译文中所举的补偿根据，依社会。那补偿，补偿根据，你方告诉我说，这判例都是一些就是捆住人民的枷锁，你方有什么实际的论证吗？就是现况下这判例到底是我们的司法实际采取什么样的影响？好，谢谢各位。民法方面，上台推论。
或被律师的雄辩说服，难为真正的事实判断。司法院报告也表明，韩国使用人民参与审判的经验显示出，陪审员容易忽略间接事实，将直接证据较少的案件禁止判决为无罪。法制时报的研究也指出，庭前的媒体报道容易影响陪审团的审议，即便法官要求陪审员不得讨论媒体报道内容，陪审员也大多不理会法官的建议，陪审团也大多无法意识到自己对案情存有偏见。更甚者，许多法律的概念认定抽象复杂，无法借由法官与审判前的指示，就能让陪审员理解这种概念。与总是共同正犯、间接正犯、故意与过失之间的区别为何？总就是未必故意，都是需要经过许多判决论述的推理，才能粗略了解其内涵，也是法律学习过程中需要花费大量心力的，实在难以期待陪审员能于短时间内，仅凭着法官的讲解就能理解和运用这些法律概念。除此之外，法律中有许多的判断都涉及价值评价与取舍，在经过了许多的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努力之后，才发展出了类型化的判决指导准则。这些看似优微的细节拿捏，却往往攸关法律保护的目的和核心。例如，在妨碍名誉的案件中，便涉及了言论自由和名誉权的冲突，两者间该如何的权衡，难以拿捏。这也是为什么实务上发展出了真实恶意原则等检验。然而，这些抽象与原理原则是否违背审查所能运用，仍在他方行使。再者，一个好的法律体系必须让受规范者可以预见自己从事特定的行为是否会构成犯罪，不该使他们受到无形的惩罚。在现行的法律机制之下，由于有统一的法律见解，我们相对可以期待法官做出的判决维持在稳定可预测的状态。然而，当实施陪审团之后，在一些边际的事实认定个案上，司法的审判形同于契约，如此剧烈的不安定，实在有违法律的基本价值。再者，对方允许上诉改判的余地，一定能让上级的法官拥有机会可以废弃陪审员做出的判决，最后判将与他们自身的目标背道而驰。对方认为现在法官在很多的判断上和人民有巨大的歧义，然而又允许法官针对法律问题做改判。例如说，像对方所举的纯粹违法事由，它是一个确定法律概念，在这样的认定之下，他们的利益如果最终也被法律上级的法官进行改判的话，他们所要达成的利益也无法达成。更甚者，这样不断上诉的过程会增加司法诉讼过程的拖大。我国订立刑事诉讼裁判法的目的便是考虑到冗长的诉讼过程，形同对被告长期虐待，如此对方的制度却要加深这样的弊害，实在不可取。最后，也就显示，在陪审团的制度下，因为陪审团更倾向受律师的公法说服，同时更需要律师以浅显语言讲解论点，会更考虑两造的公法能力。在此脉络之下，律师对于诉讼的重要性自然增加。然而，律师的资源却往往取决于经济能力。现况下，已经有许多的人民因为感受到司法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样子的氛围而产生了不信任。在对方的制度之下，无疑是加深了这样的氛围，不利司法运作。所以，今天对方便有在实施的制度有需要面临到这样剧烈的问题。那我们回头看看对方所谓达成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对方的利益主要分成两大区块，一大区块告诉我们要解决司法不信任的问题。但在方才的执行答辩的环节当中，我们确认这个司法不信任的问题可能跟属于很多的原因，包括媒体的问题，包括立法技术的问题。更甚者，就算是真的对于法官的判决不信任，也很有可能是人民对法官量刑判的不够重的不信任。但对方的制度底下又不允许法官要陪审团在量刑做判断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实质解决这个不信任？对方也没有进行论述或解释。那在对方面的话，第二块判决，第二点。想请问，女方追求
是，例如说我们现在立法者在很多的法律条文的构成要件里面，其实是预设了一些的价值判断，就是他。庄妙，我问的更实际一点好了。庄妙，您刚的检察官在提出证据跟就是所谓的他们臆测的犯罪过程里面，想请问，事情经过就经过了，我们人在最后面要去判断他的时候，只能够透过我们所认知的犯罪学或我们认知的犯罪可能犯罪过程，加上我们的证据进行佐证，去建构出一个我们大家可以相信或大家可以相信或可以说服所有人的一个犯罪总体历程。现状底下，这是我们追求，其实法院里面追求真实的方法。想请问，您方追所谓的这套方法得出来的那个结论，为什么等于实际上面这个事，那在过去那个时间点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想请问，你方有办法论证这件事情吗？就是因为我们，即便我们不可能100%的重现，但我们也要尽力的追求真实，这是你方自己刚刚所说的。那这一个有没有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真实，就是我们判断一个司法体制好坏的一个重点。好，庄妙说，我确认一下，您方认为在这种情况，我方跟他讲，我方只是想请问你，在您方的制度里面，到底就是您方所谓尽可能的追求事实，想请问您方知道原本的事实长什么样子吗？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机会，那我们无法确信真实，我们就不应该尽可能追求真实。例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要达成一个大部分的人都要确信的状况。换站好了，庄妙，你回答我，在现在的制度里面，想请问苏建和案的真实原貌是什么？苏建和在当时没有再继续审判，是因为法律所审所审法刑法所复审的问题，所以他在时间过久，所以我们后来就直接不进行判决。想请问，在当时苏建和还有就是王文忠、王文祥那个时候，想请问到底有多少人杀人，又有几把凶刀，到底当场他们有没有强奸那个妇，有没有强奸那个妇女？想请问这些事实，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确信他们有杀人，所以我们最后在好的刑事的判决里面，我们就不应。
郭长，各位，今天在正常庭院段中，我们双方所达成共识，就是现况下，人民确实是对现况下的司法不信任。那这个不信任的成因其实很多，有像我刚所说的，对于事实认定上面的不信任，也有可能是像他方所说的，在法律上方面的不信任，也有可能是因为媒体的操弄等等，不管。可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现况下确实是有很多的民众达到80%的民众是不信任凶手的司法，而我方观察到的有现况下的有两个弊害，是我们认为我们现况下应该要去解决的，也就是现况下司法法院借由他的判例制度，或者是他的一些决议，去导致他影响现况下的行政政策。我们认为去影响这样的行政政策是没有任何的民意基础，也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是必须靠人民去进入法院里面作为陪审团去做一个事实认定，将法官所说的可能是在毒品案上面不构成这样的监听义务，不构成犯罪事实的这样子的事实认定，交由人民决定，交由人民去决定两件裤子、两条衣服、两包冰糖这样的案子是不是在做毒品交易。我方认为这样的实质权利是应该从立法院出发，从人民出发，而不是由单单几个人的可能是最高法院的合议体，有可能是我方所说的刑事最高法院的刑事庭会议去做成的决议来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国家所谓的行政的走向。那他方没有刚才有提到的，下一个东西是这些判例、这些刑事庭会议的决议到底实质上对政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方不会，可能会有好的影响，就像国王有可能对于庶民做出好政策一样。可是它的正当性是我方在这边所质疑的，也是让如果让这个这方面的民意上面获得质疑的话，我方认为也可以在不信任度上面就获得一个解决。再者，今天他方对于人民在事实认定的上面，他方认为陪审团容易受到操弄，法官更能发现真实。我方不知道在事实认定上人民和法官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去判断一件凶刀它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在那血迹、有没有 DNA， 这不是一切是看鉴定报告的决定吗？又或者是我方所提到的其他鉴定异闻等等，这不都是在事实认定上面情况下人民其实他的门槛没有那么高的一些证据就主观去判断的吗？我方不认为他跟法官上会有差别。再者，他方认为法官更能够发现真实情况的法官更能够发现真实，他方认为对事实真相的追求是情况下能达成的。我在这边想要引出奥地利法学家 Hesse 的学说，他认为任何的事实真相的追求都是法律借由职权去创造出来、虚拟出来，只有外行人才会认为法庭内有所谓的真实存在。我方想要在这边告诉大家的是，今天对于事实真相的追求并不全然是我们所在意。如果我们所在意的话，我们现况下就不会有认罪协商制度，我们只要你无罪也可以认罪，只要你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就不会有附件和案件，有刑事妥诉审判法直接把太久远 的证据认为无罪去终结它。它附件和是一个无杀人至今无耻，所以对于法院真实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应该是我方。我们所要在意的，应该是我们如何能够定分指针，我们如何能够去妥速的去处理一件有争议的刑事案件，我们才刚胜的主意去让两方去对照，让两方去解决可能有事上面的有争执，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做的。所以今天在一些我们应该了解的事实真相上面，或者是我们的刑事政策走向上面，将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超由法官手中，让他们去决定一个国家的刑事政策，去决定一件事实的事实真相往后应该怎么走，最高法院判定下来，地方法院跟着走的这样子的样态是应该被破除的。
今天发现事实的东西，也可以交给人民来做决定。谢谢。请反方三辩上台辞职。不过在场各位都没有你好，没有都没有。我先讲过，林方觉得司法不信任的原因是在于判决结果出来跟人民所期待的不一样嘛？有可能对。这是林方认为的原因，对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不是？对，好，那讲到林方来说啊，就是你觉得人民在事实认定之下跟法官的应该是能力是相同的，然后就是没有应该不会相差太大，只要是人对事实认定上面都不，他认定上不会相差太大，对。对所以照这个逻辑来看，他们出来的判决结果会不会其实也相差不是很大？有可能。对，所以在采用陪审团跟法官的情况下，判决结果都一样的时候，那林方怎么在林方论证下解决司法不信任的问题？我方是说有一些判例制度的决定，我方问您第一块论点，判例是第二块，先处理第一块。如果判决结果没有改变，人民要怎么信任司法？在林方的论证逻辑下，在有些恐龙判决上面可以做出合宪化的法官。对啊，光没有林方先论证那是恐龙判决，林方才刚刚才说判决就是法官的判决是一样的。人民可能大部分可能一样，可是有些情况下，情况下我们所争议的不信任案件。请问，在争议性的案件里面，人民应该人民对事实的判断优于法官的论证是什么？应该要由人民来判断的论证是什么？因为他能建立的判例制度能够影响事实政策，罪行认定更加正当。都没有，我们等一下再谈判例跟刑事政策，我们先就解决前面，就是到底为什么要给人民来判这个问题？在那些争议性案件，让人民更贴近司法，让人民更相信司法，他实际上从陪审席次上面，他就会更加了解。为什么是地方论证？就是他走到那个席次上就会更加了解。而且跟我进入法院这个差异相当大。所以地方会让人民更先知道现于有进去当陪审团人吗？也会加深这个陪审团制度判决的加深，他也会去影响人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断，因为里面有人民去参酌，里面有人民去做认定事实的部分。对，但是因为有人民认定事实的部分之后，就可以加深大家信任，有没有任何论证？我觉得你方只用推论，这上面没有实证的，因为台湾也还没有被，也还没被证实。OK， 好，没关系。那我想问你一下，就我们刚才问你那个司法不信任度有84.6%，他受访者觉得法官判决公正，资料可以给我看一下吗？不好意思，这份资料没有领到，就是哦，没有领到，非常大。但是是这份吗？请问是这份资料吗？造成人民有这种伤害，他造成什么厉害吗？就是那些。
不见得有造成任何的弊害，因为这是在架构上面应该让民主，应该让民众进去里面，它才有更有正当性。就没有，那民法讲民意授权的基础吗？差别就很会有伤害的地方，可能就在这些毒贩确实是有教育检察官来提出这样的鉴定的时候，都没有，法官可以借由判例来说，这些鉴定都不算数。我们听到的讲话，没有，因为我想，没有，我就这个案，就这个案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法官说不算数，是因为单纯用代号，其实你没有办法直接认定是毒品。对，这样的代号，这样的代号交易就应该交由人民去看，他这样为什么要交由人民？因为在毒品交易很熟悉吗？因为在102年之前，其实这样监听译文就可以作为，就可以足以作为补强证据，可在102年之后，对对，我发现这样的修正都违反了证据。美国的判例来解决，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希望他这些判美国的判例跟他
方也没有交代清楚。那同样的，那判例推方辩友其实第一块原本告诉我们是说，这些判例其实这些法官因为没有民意基础，所以可能恣意妄为，就是，但是对方辩友没有理解到的是，现况下这些，比如说这些行政命令或者是等等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司法院做出了一些解释，同样的一定都会有更高一层的法律去拘束他，就是这些行政命令一定有更高一层的法律拘束。那如果没有这些法律授权他做出这些行政命令的话，同样都是本身这些行政命令都是国与法的，所以也在对方辩友所提前引入陪审团之后能够解决的部分。那另外一块，对方辩友后来跳到另外一块的是说，他认为这些判例其实他方也没有要论证到说这些判例不是因为法官没有授权导致恣意妄为，他方想要告诉大家是这些判例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大家绑手绑脚，但对方辩友始终没有论证告诉我们说这些现况下这些判例到底绑手绑脚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方所告诉大家是现况下这些判例所判例上级法官就是下级法官这些一致的判决所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稳定的一个专业的复杂构成要件的一个解释，但他方所都没有告诉我们论证其实相抗的资料告诉我们说这些判例其实是一些绑手绑脚或是一些错误的事实认定的基础。好，那这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方另外一个论点是，他方所认为事实认定跟我方法官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况下我们台湾有一些医事的专业法，有是因为医疗纠纷涉及专业，由教区经验的法官审理比较能够做出公正的审判。那这方面有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些情形之下他方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同样的也包括智慧财产权、家事法庭、劳工法庭、交通法庭都必须要由法官建已经现况下劳工法庭、制裁法庭跟少年法庭三种专业法庭的法官都已经建立证照制度，那他方要怎么样告诉我说现况下这些业余的能力可以比这些法官还要专业来去做出特别确实的认定。其中一部分是不是？你方也承认？我方也承认。
他能够做出他的能力跟那些其他，他能够我花那么多钱，可以我放后面，再我放后面问题。好，那再来回归到我方的论点，您方的主要的刑事诉讼还是为了要追求真实，对不对？追求真实，应该是我方两方都想要尽量的达到追求真实，但其实这个真实没有办法100%达到。请，我方没有要达到追求真实的目的。那你方想要达到的是？我方想要达到的是让人民进入司法审判，让司法审判更具有正当性。所以这做出的判决不管有没有合适。我方认为，在事实认定上，它只是一个法官塑造一个说服人民的说法，让人民相信这个判决的说法。今天在我方引注那个 Hans Kelsen 奥地利学家的说法，叫做法庭塑造的真实不是真的真实。职权进行的真实。对，所以在我方认为，对，我方想要就是比较提出疑问的是，这些比如说这些专业法庭，我就认为这些法应该是交由更专业的法官来审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专业能力不够啊。什么叫专业能力不够？哪方面的专业？他刚刚告诉我说，情况下这些法庭都必须要有一些证照的制度，有司法跟合法。哦，我不懂，在事实认定上要为什么要这样的证照制度？确实的。应该是指？不是，我们的司法应该是尽量的保障被告权利，也保障原告权利，而不是只是让大家一起来公审他，或者是不管到底这件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是。
那进一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反方又一直提出了另外一块战场，这块战场叫做他们认为现状底下应该要交给法院来判，因为现状的法官他们比较可以发现出真实，他们比较专业。可是自始至终，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在讲说法官比较专业这一块的时候，他们始终没有提及，他们一直说我们现状底下财务金融的法庭，我们给财务金融相关的法官，毒品案我们给毒品案专业的法官。可是他们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些案件的法官他们专业在哪里？没有。那事实上，当他们唯一论证法官比较专业的部分，都要提出证照。那提出证照这件事情，到底对于追求事实这个部分，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事实上，这也是今天反方没有论证，而我方也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很难论证的，因为事实上事实没有专家，就像我。事实没有专家，在认定事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始终认在认定事实这件事情上面，反过来讲，就像我方二辩刚刚讲 Hans Kelsen 的那个学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因为一件事情当它发生过以后，只有上帝知道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上帝可以全知全能知道这件事情全貌长怎样。我们始终只能在事情发生以后，透过猜测、透过推测、透过我们的理论推理。加上我们去收现场收集到的一些素材，去讲一个可以说服大家、说服人民、说服你、说服被告、说服我、说服所有人的一个故事，这是我们现在刑事法庭在做的事情。可事实上，这件事情为什么又代表了上帝全知全能的双眼？为什么这件事情又代表这个人的他这实际上在当时真的做过的那件事情？为什么今天刑事法庭认定的主观他的主观发言又真的是这真的是他当时的意思？除非我们今天站在上帝的角度，要让我们的刑事法院在追求的始终不是真实，只是在追求一个说服大众的方法，说服大众的故事而已。那在这种情况底下，说服大是这种情况底下，就算我们双方达成的共识，现况我们法官说的这个故事，我们法官做的这种判决，已经无法让人民进行幸福，已经无法让我们进行幸福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回归到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不采用我方制度？就像我方刚刚讲，让我们整部司法，让我们的刑事政策，让我们的刑法的贯彻更有具有原因上面正当性。而最后说一个点，反方一直在靠背说，我们说就是我要可能要花很多钱什么的。不好意思，等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句，如果今天民主正当性这么不重要的话，立法院可以直接把裁撤掉没关系，要花我更多的钱。让人民来进行每一个的对啊，那这件事情情形决议，它跟陪审团的关系是什么？
决议去限制我们法官对新政对于事实上面的新政内容。可是我方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在个案上面由人民进行每一项的个案判断。哦，至少不是他的主张。哦，好，那他确定哦。那在整个宏观面来讲，这一群法官他在做这样子的判断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他的民法授权？就这群法官他到底是逾越了法官法的要求去做了这样的事情，还是他是照着他的法官法的职权赋予他的职权做这件事情？老公，你有要指责这一群法官逾越法律去做他们的职权吗？光有现状比较，光应该这样讲，没有这个吗？这是一个制度上面，我们给予我们的现在的执法人员扩大的权利。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一样有他的民法授权的时候，为什么来自这样子的民意正当性活动？什么意思？今天他也是依照着立法委员所定出来的关于法官相关的职权去做出这样的事实。这样子的规范，为什么这样子的民意授权不够，非得要让人民进入法庭去做出决议，让民意授权才够？你帮我去解释这个。因为现况底下，我们的确，我们的考试用，或者是 whatever， 他们会让我们现在的法官去定位我们的法官现在职权到哪里，没有错。可事实上，我刚刚提出的是，在一个政策执行上面，这是一个要求。你还是不够好，但是你帮我解释为什么不够好。我可以继续问，好，在你方所向往的陪审团制的国家里面，法官不能做这件事情吗？在你方所向往的，例如说美，他法官所做出来的判定这件事情本身就会拘束到后面的法官继续去做裁判嘛？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法官造法？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为什么你又不在乎法官做出来的判决拘束到下面的法官的时候，没有人民的正当性才应该说？没有，判定这件事情它的堆叠跟堆积，如果今天在我。它来自于我们现在的法官所认定出来的事实，是在判例法国家里面，因为他们的事实认定，它是来自于人民所进行的，是来自于人民的陪审团。美国不是所有的案件都陪审团审理，还是会有法官单独审理的。是我知道，但那些法官单独审理，那些重大刑案、重大影响社会的重大社会重大案件，是确定，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案件，但是法官审理的那种案件，法官做出的判例会拘束到下一个法官，你要评价这种行为，叫做没有去上刑。是，好，我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让人民来进行，应该全面适用的。他后续的批判，你方去解释。好，后续就问，你方觉得追求真实不重要，对不对？啊，你方觉得没有什么叫真正的真实。是。好，那这个陪审团，他在做出有罪跟无罪的判决的时候，他要依据的是什么？他要依据的是检辩双方在提出事证上面，谁更可以说服他这件事情，说服他心里的那个故事，谁更能说服他相信的是真实的。谁更可以说服他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如何论准当事人？这件事情也是取决于陪审团自己每一个陪审员心中认定的事实。是，就像现状底下有法，让谁可以说服法官？那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法官去认定的，那还是他追求某种程度的事实，是你主要去认定的问题。是他两种互相追求事实的模式跟形态，所以才会衍生两种形式。好，所以你觉得没有所谓的真实，所以你方否认任何误判的可能性。什么东西？你方觉得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的案件是误判，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真实的一个判决。是光标，做出来是什么判决？光标不是你忽悠我，感觉我的误判是指今天那个不是能放水干。让人民来当陪审团会有什么弊害呢？
专业复杂案件，以至于没有办法做出符合双方公平正义的判决。这些都是在对方辩友没有回应我方所说陪审团并不适合做出判决这件事情。对方辩友只一直回到对方辩友在讲上位的一个点，就在于一定要有民意的正当性。首先，对方辩友我方问的问题在于，说我方问上一位其实白面最后有问说，那如果法官是受立法院受到民意的授权而定的法官依照立法院定的法官职权来进行他职权，难道这样子不能说有民意基础吗？这个对方辩友逻辑有几，而且对方辩友也没有说只要让。要实现民意正当性，一定要人民进入法院，然后让民进人民进入法院就有民意正当性，然后人民做什么，做出什么事情来，难道就都没有对错之分了吗？那跟我们以前就是投票就是决定通奸罪，你就要被乱石打死有什么差别呢？民意的正当性难道不需要去一些专业法学或是秩序的制衡吗？再来谈，对方没有讲刑事政策的部分，也许对方没有也承认有些刑事政策判定没有什么实案弊害，可是对方没有一直有在提的一个就是那个毒品的案件，就是到底用。因为现在的判例跟刑事庭决议，让没有在没有补强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是没有让检警就可能就是绑手绑脚，没有办法调查。可是对方辩友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对方辩友就是把这个改掉说，就是那可以用简单的证据就可以去逮捕那些嫌疑犯的话，这样子对被告的人权才是真正的侵害呢？也许我们对方辩友认为这样，他们认为他们一看就觉得他们都是有罪的，应该要赶快抓起来才对。可是实际上，我们法官的法如果照我方认为判那些判例或刑事庭决议的意思，应该是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证据，这个能确信他罪嫌之后，我们才有资格抓他，不是吗？再来，方辩友这块显然就是没有考虑到被告人权部分。但我方可以连接到另一点，就是到底法官为什么有所谓的法学专业？法官在可能就是漫长的，就是念大学、念法律系、研究所、念法律系，然后进入司法官训练所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们会接触到非常大量不同的法律体系跟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法官比较有可能的去做各种利益的衡量，而不是单方面觉得哦，我有罪，我就要抓他，然后或者是就是酒驾人太可恶啦，就撞什么东西都全部唯一死刑就好了。因为其实，在法律的判断之上，有非常多的地方是要经过利益的衡量的，被告的人权、原告的权益，或者是社会利益，就交，或是更那各个层面有各种不同的交易安全保护，或是在各种层面都有各种不同的价值在互相拉扯。我方认为，在这种时候，其实法律人经过全面的学习，能够比较有办法去判断什么样的刑法、什么样的法律才是真的比较适用的。再者，都没有，就算说事实认定的部分，法官跟人民既然都没有差别的话，人民又可能受到那么多外在因素的干扰，我方实在听不出对方辩友到底哪一点觉得法官没有办法胜任今天审判的工作。再来，对方辩友其实最后是对方辩友应辩，其实我们确认判若制度在这间公共比较混乱，可能都没有办法解决。可是对方辩友的制度下有非常多成本的问题，会导致变成什么制度不太可行，像那一面我们就说检察官的时间不够啊，人力不够啊，陪审团就是把判决审判时间拉长之后，可能害检察官就是不是都过劳死了，然后或者是就是钱的问题啊，光传票的费用就已经达到现在司法院预算六倍了，然后或者是说都没有说陪审团要付判决理由，要是陪审团民众不会写判决理由怎么办呢？都没有，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状况真的发生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包括我方作业一直有在提的上诉的问题，在东缪世界之下，好像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东缪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东缪制度照这样来看，就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却没有办法达到对方没有想要的利益。我方认为，我国不应该采行陪审团制度。谢谢。请正方二辩上台咨询。这么在意的话，那刑事测验会议再由人民代表，我方也有。对，可是我
我方告诉你的现况下那个毒品案件，它不是，它其实不是监听票，它其实是法官去认为警察收到的监听译文里面提到的毒品案，他认为这个案不构成在毒品买卖上面事实认定。对，显然法官认为证据不足。对，所以当今天法官就他你方所说的了解事实论他就可以去认定这样的事实的时候，是不是去破坏刑事政策上面的民意的正当性？庄的，可是有民意正当性，你法也不能否认的事情就是证据要非常充足才能将一个人定罪，就是在你方之下有。所以这样的证据认定能不能达到起诉？我们还没有说有罪，达到起诉的标准的这件事情，不应该只交给法官的手中，还没有说他一定有罪或不罪。哦，所以你这个起达到这个。可是你方刚才不是也说，到检察官在起诉的这个门槛上面，这个不应该是由民法所谓学识渊博的。可是你方刚才也说陪审团也做不到这件事。如果陪审团去认为这样就达到起诉门槛，然后他去做判决的时候，他就认为这样的监听译文够了。什么意思？这样的监听译文足以作为补偿证据，所以就是你方要让他可以起诉，有罪的时候的一个证据。是陪审团决定的，就是你方要先让他可以起诉了。对，因为这个判例会实质影响到基层民警的办案，然后他就。他监听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上层给检察官的证据。对，这件事不一定是个弊害啊，就是要有完整的证据才能将人定罪，不是个弊害。他不是弊害，只是这样的判断不是交给台大的法官，法官并没有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上面。对，按照民方逻辑应该要交给人民，可是民方是接下来也没有交给人民。我们叫罗佩凡进来，他去做。可是陪审团是起诉之后的事啊，民方自己说的。对。这样的判例会影响到刑事政策走向，所以当当陪审团进来之后，废除了现况下的法官的判例制度的时候，改采陪审团在十人当的判例制度上，就可以更改现况下这个民意当先不足的弊害了。林妈意思是说，就是其实我们只要就是改废掉那个判例或是那个刑事政策就可以解决了。对，还是要交由人民才有民意正当性，这样判例制度的建立。你说交由人民，对，在事实认定上面，如果是立法院，如果是立法院要去废除那件事情的话，的确有民意正当性，可是。跟陪审团也没有关系啊。陪审团在陪审团席上面做事实认定上面产生的案例，会才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想要看到它影响刑事政策这个正当性所在。可是其实也不是每个案都会影响刑事政策，就是判，就是大部分都叫判决，只有一些叫判，就才会变判例而已啊。对，当判决累积出来，越来越多人认为这个毒品案也是足够成为补偿证据的时候，它就会形成案例啊。当越来越当。陪审团一而再再三的时候去做，他就可以成为啊。那假设你方真的觉得那个就是不需要补偿，那就可以逮捕，那你应该是走立法院立法的路线，就是其实不太需要在陪审团在法庭里面用案例去堆叠。我方实在听不太懂。庄辩友，这是第687号陈新民大法官的不同意见书，他就有写到这个作为补充法源的判例书，在我国却演变成一个最高权威的见解。化身成为类似法律第二套法律，成为实质意义的法律。对，就是我刚刚就约束法官法，就是法院造法官造法的问题。对他去批评他，这会成为今天。对，但是我刚刚说就是，其实民方的陪审团制度也解决不了法官造法的问题啊。今天他我们剥夺他在实质认定上面造法，这不就是坏了吗？实质认定上，你说谁都可以来做，是要可以造什么？而且监听票要告诉他，监听确实都可以来做，是由人民来做比。比起法官来说，他更有民意正当性啊！法官现在是没有民意正当性，他就做了这样的。法官为什么没有民意正当性？其实我比方说在未满七岁，而且还有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有人民直接来审？我们的证才有正当性，我也不懂。先问你们好了，前面那个问题了，你们还是认为比较学识渊博法官，他就可以代表民意，抢先在民意。他没有代表民意，但是我们在从他的实他的手判，他行上面引导的情况下行事政策啊。你方怎么解释成立吗？对，那在开庭审判之前的那些政策，如果你方真的非常在意，我方可以就在下一场辩论再去跟你方讨论。只是我希望，我觉得这场辩论的焦点应该是在就是开庭就是刑事审判程序嘛。对对对嘛。对啊，刑事审判程序实质上面，这个陪审团制度对刑事审判程序，这个现况下由法官去做庭审这个动作，就是人民动作，就是会破坏。就是如果你方认为刑事政策的形成就是不应该，就是完全就给法官独断，那要派人到人民代表发出意见，那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完全跟你方认同陪审团制度。我陪审不是陪审团，从来就不是在做成就是刑事政策的角色啊。对，可是今天这样的判例会影响刑事政策的走向的时候，你方如何评断？你们如何评价？首先第一点，请上电视庭审发言。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第二。
在战场上的一些结论。对方的两个论点一贯很信任，他的信任主要体现在两种的形式。第一种是当判决产生了歧义，那些被人民觉得很烂的判决被审判进去之后做出一样的判决之后，人民就会更信任。但对此对方一来一往就论这样的比例多少，他们举出的个案其实也被我方做一些挑战，更何况对方也没有办法去保证那些跟法官做出歧义的判决的那群人做出来的判决一定是好的，一定是能说服到社会大多数人的。如果真的如我方所说的，今天真的像是那一群亲信媒体的话，或者说很随便的凭着个人的心证去做出判决，最后反而跟社会大众的预期不一样的时候，反而会降低司法信任度。所以对方在这一个论证脉络上面是没有证成，会提高司法信任度。那么第二个论证脉络告诉我们，只要更接近，就会更信任。他的讲法是因为现在会跟法律疏离，所以接近之后就会变得比较不舒服。但有没有可能像我方所说的情况下，其实很多的专业案件，它涉及到很多的专业技能或专业知识的判断，他一进去之后发现，哇，我什么都听不懂，法官尤其是好久之后，我还是听得很烦，最后反而跟法律关系变得更疏离、更不信任。又或者是他发现一些平常他根本就不认同的一些人，或者说他根本就瞧不起的一些低阶级的社会人士，有一天居然会站到法庭上去做出对他们的法律的事实判，对会做出法律裁决，影响他这辈子的一些人生规划的时候，他因此而对法律产生更不信任，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对方对于信任的两条就是脉络都没成立。那对方最后在谈的那个民主正当性这件事情，我想讲的概念很简单，民主正当性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希望政府的权力都有一些人的参与，但它绝对不是越极限越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直接选举，我们选择了间接选举，我们选择要有代议士来参与这样的过程，我们选让事务官可以不用用人民来选，政务官不用用人民的选举来产生。所以今天人民的参与越多，这件事情不是一个至高无上、不可被挑战的价值，它必须要跟很多的实务的考量来做去衡量。那到底现在现况下，法官基于立委的授权？这样的名声为什么不够，至于我们需要越多越好这件事情，对方有解释。好，那回到这场比赛整个最双方价值最核心的冲突，其实我认为是两边对于法学教育的形象。现在对方辩友的立场之下，好像认为今天一个大学生在大学四年是研究所到司法训练所受过那么长期的法学教育，最终的实际效益其实在他们心中完全没有，他们觉得不是实证能力大差不多一样。但我认为真的不是如此。我方不是要讲法官比起一般的老百姓更有道德或者智商更高，讲的不是这个。我方当然也希望两个同样有意愿而且有能力想要去探寻这知识的人，但是法官一样可以做得更好。为什么？两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是经验的累积；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是自我约制过程。以我学习辩论的经验而言，在我学习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的感受是，像过往我在讨论隐私权的时候，我的生命经验让我能想象只局限在我自己生命经验所触及的范围，例如说可能书包被偷翻这样的一个学生的生命经验所能感受到。可是透过很多的比赛的经验的累积，我慢慢可以感受到，原来隐私权被侵害的那个弊害的程度大小，或许可以大到是有人的私密影片被外泄所造成的那种情绪创伤。这种东西是需要透过经验的累积去学习到我对于不同价值的那个重量的判断。那所谓的个人的约制，会比较像是人总是会有一些倾向的判断的依据，例如说看到一个人过去做出来的言论不得我心，在他再一次做出新的言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直觉的否定他的看法。可是透过长期的这样的训练，可以让我比较懂得要去自我约制这样的过程。我觉得司法教育的过程其实也像是这样的一个展现。在四年的大学学习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看到许多的教授、许多的实务工作者对于某些的法律事实的认定或者法律的条文的运用的不同学说之间的激荡跟碰撞，它很多都是依托我们原本的生命经验的展现。我觉得这样生命经验的展现会有助于我们。
辩的口中，我们听到的东西，让我们知道他认为经由漫长的法学教育，经由漫长的乃至专业训练，可以养成一个专业的法官。可是我刚从那边听到的是一个可能是我们法律人可能会持有的一种傲慢态度。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比一般的民众更加的睿智，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比一般的民众下出更好的判断。所以今天他放在最后面三遍，就告诉我们，其实今天法官做的其实都是对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谴责这样的一下判断，这样的借由自以为的傲慢、自以为的睿智去做出的判断，是应该借由我们的人民去可能就有人民去监督的。就像我帮盖咨询时候所举的陈新民大法官意见，他告诉我们，当判定制度变成我们法律的第二套法律，变成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它是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种指导，是对于整个司法官僚体系扭曲了我们对于这个司法官僚体系的想象的认定。回过头来，我们要讲的东西是我帮在一辩稿一开始所开篇的东西，是叫做当初陪审团建立其实是因为他需要扩张他的司法。只是做到人民反噬，人民认为他是操纵这样的司法，他去政府这样的恣意滥权，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利益是不良善，所以他们借由陪审团去屡屡的对抗皇室的有罪判断，陪审团去做出的无罪判断，陪审团的有一些陪审团前面的牺牲，却导致最后我们换得了人民可以去抗争，人民可以借由他手中的那一个无罪判决去决定被告的生死，去决定被告。也清白的时候，今天那个政府权力过大，我们现况下所看到的，就有判定制度，就有一些决议所引导的一些政策方向，可以往已经失衡的天平，可以往正中间走，说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而不是像今天我们，而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我们法律人普遍展示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认为这样做其实对，其实好，不应该，其实不应该，也不应该说要服从。最后跟大家讲一部法院的电影，这部电影是比较冷门的《捍卫家园》，是由许世强执导主演。它里面的案情就是这样子，许世强他饰演的一个警长，他带着他回味三年，回味三十年，从外地回来都发现他的家乡、他的州、他的镇已经变掉了，变成有官商勾结的赌场，变成赌场可以私自贩售毒品给不合法贩售毒品给青少年，发现这个赌场在经营不合法的黄色产业，所以他带着一个象征三十年前家乡的木头产业，他打着一个白旗去敲打这个去敲打这个赌场，去把所有的几个全部敲破。他这样的动作，他去抗衡了。在那部电影中，他去抗衡了一个官商勾结的一个黄赌毒的一个产业结构，也最终在陪审团上面去说服了，十二位陪审团去相信他这样的做的就是正义。我方想要借由这样的这部电影去告诉大家说，当今天政府权力扩大，当今天政府勾结，当今天政府滥权的时候，我们是人民是必须挺身而出，人民是必须去参与这部法律，去实际上面去监督、去制衡、去对于像巨石强森这样的被告去做出。罪判决去做，去对于可能是七岁以下的小女孩，有可能是毒品案子，事实上面的认定的时候，都是需要人民去更加监督，去更加的支持。谢谢大家。是什么呀？那个其实
然我们就是题目不是很熟，说我们就是题目不是很熟，但陪审团这个法律应该是开始于法兰克帝国吧，而且最一开始的时候，它应该是用来保护王权的手段，不是保护人，是后来日耳曼民族把它传到英国，那才慢慢开始有一些变革。可以甚至说，在美国被殖民的时候，正是英国政府用特别法的方式来控制海上的贸易，要又要做一些有点是赎罪这样子的动作。但是后来才因为这是间接导致奴隶战争，那才又在1971，就是应该是1791，那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宣言，才正式确立陪审团制的地位。也就是说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去讲渊源，要去巩固公民人讲说陪审团是保护人的正当性的话，那在这个地方的表述要清楚一些。不好意思，我讲的更直白一点。如果啊，所以不好意思，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国王，你要控制这个审判的结果跟确定你的地位的话，那你会怎么做？最简单的方式应该是让法官成为你的人，对不对？这应该是最直白的方式，这样应该就够了，对不对？法官如果是你的人，应该可以控制这个审判结果。那这个人为什么又何需要陪审团？为什么？你觉得为什么？我想的单纯一点，逻辑一点，你觉得为什么？我已经控制了学长了，希望判我赢啊，那为什么还要再加入一个陪审团？很简单啊，就买保险啊。如果他倒会怎么办？就是买保险的概念。所以同样的概念，如果做互换，那为什么在现况底下，现在的赔偿法是几乎都使用陪审团制？很简单，因为怕法官被挑战人性。我觉得这应该会是在西方国家为什么陪审团是拥有民众相当高的民事实务共识。所以在欧美国家为什么最近有非常非常多陪审团制存在的讨论？可是至今仍然没有办法陪审团制拔掉，原因是因为在民众当中，他们有超过70%的信任度是规矩的陪审团制，虽然问题很多。好，我想到这边在政界今天很棒打的压倒重要的那么多成分，其实反方很奸诈，反方其实没有论证太多的东西。对啊，就是因为想顾客嘛。然后刚刚他说啊，反正简简言之就是检察官很累，会死啊，很贵，没钱。就两件事情，一个是会死，一个是没钱。现在讲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说其实还就事情真的不太重要啦。好，那这件事情有没有很重要？如果对应到今天正方打油完全打开大门论点，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人民进来，是因为事实认定，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个点我后面会交代哦。我这边先跳过。我是说，在论点的属性上面，如果今天正方彻头彻尾坚持大开大合，那去针对反方坚持要打这么厉害的小孩，你们觉得这样比谁会赢？很难讲嘛，当然看谁打的重要啦。但如果当天是在下面比赛不好说，因为比赛会变成一个平行的打高空。我有感受到正三的学弟在上的时候，你开启那个大开大合模式，开始跟我们说啊，事实不重要，我只认反方。我说你讲很久了，可是在你申论的时候，你正式开做铺陈，我感受到这件事情。你要给你的建议是，如果那个比赛的轴线跟结果来看的话，你不如不要在前面跟他吵小心吵，你直接大开大合。那如果不吵小心吵，会关系到我现在的讲。因为你们在很多例子的举例跟归因跟下次小结，是下在说那些小型小孩的问题，例如说人民对于恐龙法官的谩骂，这个在我对论点认知叫做小情小爱。那大开大合的意思是说，如果当不讨论这些恐龙法官那什么80几点4%那个都不重要的话，那要讨论什么？讨论是我害怕这些法官可能会怎样，这样可以绕过一个时代上面的问题。他们不要你举证吗？你告诉我啊，我法官怎么了吗？对他判决这样怎么了吗？没你要的这样怎么了吗？公共判决证结果是你公共解决责任结果，让他们不用负责任，讲得鸡巴。那你不如换个角度来想，如果这些判决，那换一个人来说，他会不会被屌？他仍然会被屌。用陪审团制来做这样的判决，还是可能会有异议跟声音，可是正当性必要。你听懂意思吗？你换个逻辑来说，你不要把这些小节下成小爱。如果你把这种例子的举证下在成小爱，就是人民对他不信任，人民觉得他有问题，那对方很显然想当然的问直觉的那个结论是，那请问那个问题是什么？那这问题的实态是什么？所以你看手指的时候，其实举例很聪明，他上就问你，那请问他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实际产生了什么伤害？人民不信任他什么？在他后面，他在他后面下一个是。行为不是怎么想，是反三学妹的直觉说，他要进一步说，那这个应该其实不是对于法官不信任，是对量刑的不信任。那老师如果说量刑不信任的话，不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他做大一个分数，把这个归到比例当中同意。可是这是这样吗？不一定吧，因为你要讲的东西不是对量刑不信任，而是说对整件事情，如果人民没有这个
要去扣除人民六餐才可以知道是够过正式，要不要讲到业余渊源，理解吗？所以为什么我刚讲你一开始要跟你讲黄渊源的故事，是因为它会关系到为什么你后面可以写出人民餐车当中正当性，而不是你告诉说人民餐车你要有正当性，这是空话，这是个断言，对裁判对对方也都有造成的有效打击嘛。好，那现在开始考，好累哦，才要真的开始进入到你们实时的比赛当中的交锋。其实反二学艺在上来之前就接受了这样弱智表情，看上去回像跟旁边的反战学院很急，就是跟你讲啊，你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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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也功力的不错，以前功力的罪行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光听重症罪行上这件事情，代表是成本不会，他们的成本不会有其他的变动，应该是510万。所以秦伟翔的反义词就接出3900万，这招什么太多，你要不必跟制度，所以了解是什么问题，先到达一个解决率不存在，然后没有需要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你做球给他啦，所以拱高了他的那个反应身份，就是他很贱，能让你做球给他，他要刷个成绩嘛，对不对？好。但这个地方其实在这场比赛到后面，其实我觉得没有很重要。我先把你后面地方讲清楚，第一个是对认罪前相对刑事诉讼的框定。我原本以为哦，你在前面讲的这些东西啊，等等上诉啊、挂挂之类，想要讲的是禁止双重危险，可能讲的是这一类的事情，就是可能陪审团在英美会有什么无视法律这样的状况，对吧？应该是会有，我讲错名词，应该没有。对，我原本你要讨论像这样子的现象，因为这样的现象会导致很多时候陪审团无视法律原则做判断，他会选择一个违反自然正义的方式做判断。你懂吗？例如说黑人在酒吧不小心被条件杀人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是有非常叛逆的印象当中这几年的事情而已，这是典型的违反自然正义。那我原本以为你想要挑这个正常来打，这个也没有，你有想挑这个正常来打吗？我再说一次，我原本以为你在你的手持前半段想要铺排的是禁止双重危险，然后跟违反自然正义对于法律的无视这一块，就对于法律本身的挑战，然后去追，你不要跟正方去探讨是在法庭中要追求是什么，因为后来我一定要听到你在讲这个东西，法庭要追求是什么东西，我听到，然后去进一步归因告诉我说，所以这应该交给法官这个人去做，对吧？我应该没有错判，对不对？所以我原本以为你要做这件事情，但我现在可以确认了，你不要紧张，我交出去了，我只是确认你要做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哦，完全没有，那有点可惜，那还好我分数没给错。上去犯罪不公平啊！你做球啊，不是很辛苦啊？对啊，专业的球员跟你打法一样，要不然就是社会大法一样。那为什么我要把这段挑出来讲？是因为后面我感曾伟林的那个三分射中应该不是极限，应该是原本就有设定好要打这个球线，应该是这是在正常比赛过程当中应该就有设定好要去打哪个角色该做什么事情的这一拍。那如果你买了设定就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再往前推，如果你的手持就有要框这个东西，那你在那个地方先告诉我们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手持？手持方面一不是说把对方在场东西框下来，对，手持是框定对你自己有利的战场。那对于反方在这个比赛当中，我的认知啊，我跟你讲，这不是专业的认证，这是我的认知。在这样的比赛里面，应该对你有利的战场去挑战那个禁止双重危险，那或是很多我们讲违反自然现象的问题，或是你的相对比较有利的。因为这样的判决不一定符合社会公义，这个社会公义谁认定？这个就不是正方说了算，对不对？因为正方一定会站在比较符合自然正义民粹的那一边，相对于多一点点。那如果说你们的比赛讨论结构是有这样子的安排的话，你不如你前面手机先出，你可以刷一点自己的成绩，不然你只为了做球是很可怜。所以你要看完成绩之后，你不要来干别，不要变刻薄，真的是有原因的。现在这个我当裁判很辛苦，然后现在弄细节，不然一个人上黑人辩论圈，哦，那个停掉了，现在有个新的啊，一个人上主持人辩论圈啊，那个学校肯定是你学长啊，不重要。你讲到哪里？要讲到手指。好，这个手指结束之后，再进到比较重要的攻防，往下走是，我先讲一段哦。既然我都讲到反二学弟手指，我去理解身份技巧。其实，在你身份过程当中，有点挑错面，有点选错位置。你一开始的起手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你给我打成本，你跟打成本讲那个造成可能会被他忽视，我根本没有解决一件事情。其实，在顺序上面也不太对，因为你要知道，在你上场之前，在你反个顺序上之前，他们前面的两个平时都挑什么打？挑正当性打，他们狂打正当性，因为在这里他们已经慢慢发现，再跟你打小情小爱，其实会很没有力道。虽然他们论证的方式比较单薄一些些，可是他们也尽可能的用他们毒品的例子。跟其他那些比较实处的例子，再告诉你说，那人民加入之后，这个经验法则跟社会的观点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处理应该是这场比赛你们最后处理掉这方面的部分吧？
所以在这里，如果实在已经没有运用太多悬念的状态下，应该要处理是剩下没有处理到的，不管是谁还是在里面战线，这是比赛流向的判断。这是提醒你，就如果说在你身边的人和上场的时候，你要处理应该是上位正当性的东西，因为他明知所在错的。好，那我们过头来，对正方语言这里的处理应该要这样。你们争取了一个那个海军陆战队，不是海军陆战队，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类似什么那个例子？那个例子我也很生气。但这个例子的诠释方式应该是这样，应该要诠释是对防卫过当、正当防卫这件事情的社会观点跟法律观点的界限，应该是这样才对吧？你们没有诠释这个界限哦，你只告诉我说，很多民众很生气，如果他大肚子怀胎七个月的妻子怎么了，一尸两命，那怎么办？这是一种情绪上的煽动，这个翻译变形术太杂，一面不要去煽动我们情绪，我要听的是事实，这是奥瑞干嘛？对，这次我最想听到的是，对，我说真的吧，就算底下都是法律财，你也应该要诠释那条界限，法律观点的正当防卫是什么？会不会很严格？会。林正江学长，正江律师，他在我是演说家的时候，他有一篇非常近的理言说，他说很多很多的重刑犯，甚至不是重刑犯。他在刑事的那个过程当中，他脑袋是关机的，他根本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他只知道他为某件事情，比如说把一个小孩丢到油锅的例子，他当时很生气，老婆为什么要这样？他也知道他丢的是小孩，小孩就是油锅里面的，他起来后悔莫及。他当下想做的只是保护他的老婆，跟保护他还没有出世的孩子，他其实也没有想到刑度跟正当防卫的问题。这个是法律观点跟社会观点的不同。所以正江律师在我是演说家的那个第一集的那一篇申论，其实就是对这个法律观点跟社会观点做一个很好的诠释。那你们要做的事应该是，为什么陪审团这样听呢？并不是说在事实的认定上面双方有歧义，或者有立场差别。如果要讨论这个，就会陷入到你们正方二辩在被质询的时候陷入到那个荒谬质询题。那既然如果没有太多差别，那又请问是吗？对，是反正全面质的。那请问那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判断能力没有不同，你跟我对资料阅读都差不多，那为什么只会做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你们就一样啊，会受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会去被倒打这个事情？原因是因为你对这个例子的想法下错了，不是我对事实判断能力的不同，那是社会观点跟法律观点的不同。好，说到这里下马放松，再给你多讲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我对我的领域里面有个例子，我认为是可以微妙的处理你们现在这一块的问题。这个例子叫 TIF， 你们知道 TIF 吗？第二一个叫做目标可赎回远距远期契约，它是一个在国际银行当中用来放空人民币的一种金融商品，你可以理解成是类似的债券，就是股票的超级升值版，你可以这样子理解。它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我不想说复杂，我讲中文，中文就是你跟人民币的汇率对赌，你赌人民币的汇率会升，你就会赚到那个本金加本金乘汇差，本金乘以汇差很多很多。那如果人民币跌，那你就会输银行钱。这是合法商品。当时我们国内的金融公司都有在卖，不管信光金、第一金、信光金都有在卖这样的东西，那也让非常多的投资人血本无归。在这样的例子里面，对不对？我给你们一部电影叫做《夺命金》，看过吗？看过吗？没事，讲没看过。《夺命金》，我们是念法律要看电影，有些人拿影片那么经典，看完香港已经近十年最好看电影都没看过，太过分了吧？对吧？《夺命金》很经典哦，《夺命金》里面有个桥段是这样的：那个老妇人啊，在签订那个基金商品的时候，那个女专家问她说：“那张太太，接下来哦，问什么就说清楚明白就好了。好，你知不知道你这次买什么买的清楚明白？你知道你这次的那个风险的系数是多少？我清楚明白。你知道你购买了多少钱？清楚明白。你知道你银行剩多少钱？清楚明白。请问咖啡还是茶？清楚明白。咖啡还是茶？清楚明白。我问你，你要咖啡还是茶？那茶。”很多的客户在银行端在理论收容下，是在不明就里的状态下去签下那些风险系数承受程度啊、评估报表、签下这些东西的。但是如果在法律的角度来看，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白签的，法律完全没有谈过的空间。这期并没有任何谈可以，也因为这样，所以大部分 TIF 现在打行刑事官司的案子里面，一面倒，全部都是客户败诉。银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唯一的影响就是金融会对他单案贩售不合比例这件事情开罚他妈没多少钱，还不到百万，你知道吗？这是有多过分？那但是在我们刚刚回到那个违反善争议当中，其实对我们一般的实体小民，只要是我们成立，我们要是人神共愤，他妈的一定是你诓病我嘛？你就念一遍，然后你只念标题，可是里面明明就有一个附带的那个条款是长这样子的，他是说。当我这个汇率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就会下停损，所以你的获利会有限。可是你的损失呢？当人民币贬值的时候，损失无上限获利有限，损失无上限，你有天花板，但没有地板，这样都
法律上怎么判？那请问事实上又是怎么样？好，事实我不讨论，因为事实你们俩讨论太多了，我不想去站这个。可是就违反自然经济性事情上面而言，很明显，它后自然可能是相对有利，我不知道，但可以讨论。特这件事情就是要去诠释法律观点跟社会观点不同。但如果你前面通篇开一个很帅气的陪审团制渊源，却又不解释法律观点跟社会观点不同，你就会没有例子可以用，你知道吗？最近正方最大的问题是例子下说小节，这是我对这样比特正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不好意思，我的认知是这样，你的例子下对了，可是小节歪了一点，那以至于这样会被对方倒打一个举证上的矛盾，不是逻辑矛盾，是举证上的矛盾，因为你知道反方就有敢挑一些些。他的抓策都一贯到决定责任的结果，就是好像东边这方没举证，不对，正方绝对有举证，我可以担保，这是小节下错的地方。你们不应该像在这些实案的品牌，这会很辛苦啊，好，有点累。哎，可以知道，因为下错地方，所以后面反三学妹还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他操作一个偷换概念，你可能不觉得是偷换概念，但我觉得是偷换概念。我们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你到底有没有意思要偷换概念？有点恼羞。啊，你觉得有多少概念吗？哪一个部分？大概我觉得都是啊。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好，来验证一下。那就挑战选手的裁判。来，事情是这样子的哈，你开场就告诉我说，我们来看法庭的功能是什么，那谁更适合，谁做更好？那民意的正当性也需要被制衡啊。你前面讲都对哦，你讲民意的正当性也需要被制衡，那就我们醒过来了。你不讲这还让民意的正当性需要被制衡？在法庭上最大的就是法官啊。法官是天然的制衡，那还需要被什么制衡？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在法庭上面，最大的是法官，那民意的正当性还需要被什么制衡？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这个并不是讨论审判，不讨论侦查，对吧？应该是吧？我理解没错，不讨论侦查啊。那如果是这样，民意就算能够通过陪审团进行到法院里头，它也还是相对声音比较小的一群，它需要被审判什么东西？那你进一步要。你进一步要给的结论我听懂了，不是事实认定的问题，也不是定罪的问题，法官只选择跟做随意跟电视时差不多。对，你最后向你这样结论，你把他们要讲的一个民意正当性这件事情换成了角色的问题，可是你没有讨论民意正当性的问题，这个已经不是科学，不是夸张，不要太紧张。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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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换说法了。结论有可能赛前你在做讨论可能想法，比赛讨论这个样子，原因是因为你看哦，前面新闻讲的反应是认表在铺排成本的问题，就在铺排是法官专业度跟认证的问题，就在铺排是如果让人与神就是专业的下场会怎么样？所以你们整个铺排的筹钱，再到后面二辩局的框定也是做这件事，我才会认为你们赛前的做法一个非常迅雷有所讨论，这件事情应该是通篇要被处理的。但是要从通篇处理的时候，可在这场比赛可以，因为对方也傻傻的跟你跳下去。但如果你先碰到的正方是他把这个概念又换掉了一次，对，这里的确是问题，我让给你，那我会一路说，那我们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审判机制，或是预防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时候，那怎么办？你的偷换概念就会有用哦。就是为什么辩论会让我们如此着迷，会让这么大岁数都欲罢不能的原因，是要变化才害我。你在这里再拿到高分的这样的声威跟偷换概念，如果碰到一个不一样的正方，如果有业在后面再做一个层次转换的时候，可能会打水漂，他可能会做空，因为会收不到你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是有点无意的做这件事情，你就要小心。如果你是有意做这件事，代表是你是判断审判局是可以做这件事情，那是源自于你技术的高度。我们分数本来给的太少了，你们再加个一到两分上去。但如果是无意做这件事，代表如果在下次碰到一个不一样的正方，有可能还做一样的事情，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那这是对于技术的建议啊，这个论点无关，完全没有关系。我会有接受的，虽然你偷换了，但我不接受的，我还是给了你高分。对，这没事，只是这些技术上的建议。好，再来，我比赛基本上到这边已经结束，但我把一些我觉得重要的地方跳出来稍微提一下。例如说在反向直述上面，他在讲说那结果会有什么不同？那在对于正方而言，你会有什么样的利害纠纷？好，对于正方而言的建议是这样，我觉得你在这里的处理方式对不对？可以运用加非 A 也是 B。什么叫非 A 也是 B？ 就是反正大家都一样啊，不是法官，人民也会这样，不是人民，法官也是这样。你把那个 A 换掉，
那个主语换成谁，其实都这样。那多换的气象都怎么办？在非语式宾这个很通常的辩论逻辑里面，就要看是，那请问哪边会有更大？那或是哪边会有更大利益？那我个人会比较倾向在这里的操作方式去收哪边会有更大利益的正当性。那这件事就回到现在整个海洋法现在说，为什么它会赋予人的性爱来？而这件事会碰到第二个挑战，这是为什么我正方有点难答的原因。因为海洋法系的这个人民的性爱跟正当性会不会常常被连接？对对对，没错嘛。那这个连接用什么去做？这个连接要用案例去做，跟解释法律角度跟社会角度去做，就跟我前面的讲的连接在一起的。有听懂我意思吗？这是我的建议。虽然才疏学浅，有些逻辑上面有一项大老师教到的时候会做得起来。你才能够去回应今天反向学院在那个咨询的那个系列程度，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先做个逻辑，就是没有，其实非也是比就的确我承认他们在能力上面没有太大不同，而是角度跟观点不同。对，那这个地方会带出一个另外一个意义上的意义，这个意义是新的意义，那这是意味着什么？这样的逻辑才会调整回去，你们才会收获大家感，才可以丢掉什么小爱。那这里面可以处理掉他内容的咨询分数，不然他会刷到他咨询分数。即便你达到六点分数，有可能在优先上面有可能胜出正方，这可能这可能会是一个很微妙，特别是现在很多裁判有时候分数也不见得可以太开的状态下，会危险。所以就逻辑上面的话，我会建议这样处理，对正方会比较有利。那对于反方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要还是要花点力气去证明现况底下法官的适任程度。我觉得，因为你们在这件事上琢磨很少，而你们明明就有能力琢磨，因为你在很多时来的战场早早没有训练，你们从裁判也看得出来。因为在这里可以多花一点点心思去建立是现况底下的审判制度，在三审在法律审的状有法律审的状态下，它的问题其实不大。因为你们用的方法很难去想，一直不断的过滤归给媒体报道，这是媒体报道跟风向的问题。那完全忽视也不愿意承认法官在新的程度跟审判过程的角度问题。那我们这件事情当然，这不是，这绝对不是苛责哦。因为从辩论角度上做是对的。要是我也会这样做。可这件事情上到后面会让裁判感受到很强烈违和感，他的比赛点脱节，他会脱节于事实当中。因为事实上法官的确会在很多的案例审理上面会失去了社会角度的错。那这件事情上怎么可以让他不那么脱钩？是现况底下我们在努力的，就算不那么极端导入可以审判制度，也可能会有其他方式。那不像你改制度，因为只有假的就做旧。像是法官认证这一块就是做球，不管是就现在大量的金融刑事案件、律师协防治法，对，尤其是那个内线交易，这些东西都有不断的在做弥补。那这个弥补，我就可以多说一些，因为只有金伟强在应对身份证有频道而已，真的只有他对身份证是两句话带过去，那我就没再听到了。那他那两句话还很诚恳的帮我下了一小节，那让我这样交给苏柔做什么样的结果？就我是愿意接受的。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后面可以被发展，被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如果当正方真的把这个球做大的时候，你们还有跟属于反方的一个利益，可以把后面这样收起来，这是帮你打一个预防针啊。对啊，我是其实不用帮你讲这么多，可是如果打上去碰到强度更高的选手跟更高的对手，有在这个地方去做设想跟规划的时候，那如果你们没有后面没有一个反方的可以，只是要推定。那个裁判吹力又很小颗，那比赛会不会有悬念？那当然会有悬念，但是不用多说。因为如果你们现在把预设稿写得这么棒，够精油加了一段这样子的预防，那你不如去发展它一下。而且事实上看起来你们是有这个预备发展的，这是对正反双方的建议。但也因为这样，因为哪样我还没有讲非常仔细，因为你们对于成本这件事情被处理掉，那大概大和上位没有被发展起来，然后后面被正方的那个法院法的定位处理掉，所以当然理所当然会把论点的主就放在正方。好，但是对这场比赛就技术上跟论点上面讲，双面是有问题，欢迎再重新讨论，谢谢大家。场上的脉络在进行战场的选择，还在处理不一样的主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
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去描述台湾现在的法官做出来的判决有多么的让人无法信任。而这些例子，我觉得其实以那个永夫护妻被判的那个案子，我觉得案子不错。但后面的几个案子其实听起来就比较像是轻轻带过，而且那个东西其实是与如果我不去介入这个案件的实情内容的话，我其实无法判断这个法官的判断荒谬在哪里。但我相信，其实这个题目既然这样打下去，以及现在的恐龙法官这么容易被人家干掉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在很多地方找到不一样的案例去描述哪一个法官曾经用了哪一个原因说了哪一句话。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可以从从后审级的法院去驳斥前审级法院的那些内容去找找看，专门找那些上诉。检察官上诉以后，法官就发回一审来重新审判那些案子，来看看一审的法官曾经做过哪些让你觉得很荒谬或让你觉得很无法支持的案件。我觉得东西会对于你们在描述现在的法律有多么的背离人民的信赖感是有帮助的。那同样，我觉得今天反方既然打的是要捍卫法官的价值的话，那当然，其实我觉得除了去不断的在正方身上去增加他们的成本和风险以外，我相信你们一定也有准备，一定也可以去描述的事情是法官受过哪些训练。当然，你可以假设手下的裁判都学过法律，知道法官受过很多训练，或法官很难考，或法官很专业。但我绝对也相信你可以说出一些名词，是你丢出来就会知道人民很难理解。譬如说什么叫程序正义，譬如说什么叫不诉国原则，譬如说什么叫做无罪推定或超越合理怀疑，这些概念，是不是法官懂，人民就一定会懂的？人民有没有可能在这些概念的不清楚之下，而去做出一些背离法律事实，或是像三位学妹讲到的违反人权保护或违反程序正义的一些决定呢？这些我觉得其实是反方很天然的就应该要去在你的身份里面去呈现出来的。你们认为法官的价值在哪里？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英美法系不一定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状况？为什么这不一定是一个值得遵循的典范？当然，我也欣赏反方的学弟，大概大可说欢迎英美法系朝大陆法系靠我们这样的说法。我也非常佩服今天正方可以在场上大大方方的告诉我说，其实事实追求不重要。这并不是一个苛责，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打法。曾经有一个学员告诉过我一句话，他说应该是某一个大文豪，是纪伯伦吗？我也忘。他说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我们就在触碰上帝的袍服。意思是说，判断是非善恶只有上帝能够做。当我们试着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决断的角色。那既然这个决断是如此的严重，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的自由和未来的人生，决定一个事情的正义的时候，到底交给谁来做会是比较好的？或者说不说比较好，而是谁会哪一个人来做会让大家觉得比较好受？其实我觉得今天正方的打法打到最后大开大合，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我并不在乎什么是事实，我也并不在乎陪审团做出来的决定会不会跟法官不一样，但是差别在于，因为法官不是一般人，法官做出来的决定会被一般人干掉，所以人民会不信任法律。但是一般人是一般人，陪审团是一般人，一般人做出来的决定，就算跟法官做出来一样，我会觉得他跟我是一样，他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应该会跟他做出一样的决定。所以，要么就是我很难去干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说他是恐龙陪审团，因为我可能也是那样的人。所以，基于如此，不论事实最后如何判断，我都只好相信并且接受，然后我就不会有其他的话语了。当然，以这样的方式来做论述的时候，其实就会变成是事实到底在哪里，并不是真的我很在乎的事情，而是我相信人民做出来的判断比较不会被反驳，这是比较消极的层面。但比较积极正面的层面是，我相信立法者会立法，司法院会去维护法律，但是我要保留一个空间，是在法庭上可以及时的因应更改不及的法律而进行造法，而进行判例的确立，而处理法院或者是立法者来不及去修正和维护的新的法律，这样的价值和概念。所以这也是你们在讲到的正当性，是如果今天要讨论一个到底什么是侮辱，这个侮辱不应该由法官或经由某些严重的证据原则来去基于某些既有的，如果这个词已经不被当作侮辱，现在被当作侮辱了怎么办呢？所以如果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词是侮辱，只是法院还没有去认识这件事情的话，乡民不对，陪审团就可以来决定这件事情是不是侮辱。所以他可以允许一个及时去修正法律或及时去堆积法律的状况。那我觉得今天这方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你们一直到很后面才讲清楚，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在一开始就讲清楚，是当你今天选择英美法系，
它自然跟大陆法系有一个很根本上的不一样是，大陆法系是所谓的成文法，我们用比较既定的硬性的法律条文去规范可以做或不能做的事情，而因为法系是我们透过一些基本的原则判定以及许多的曾经判断过的事情来堆积出新的我要的东西。所以换言之，当今天反方不断的在质疑你说到底这个东西的判断错在哪里，或这个东西的判断影响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你们应该可以在更早一点的时间去反映出来说，只要今天引入陪审团制，随着一个案件、两个案件，根据自然的原则去判断符合人民需求的结果的时候，这个东西累积起来，它不会立竿见影，但它累积起来，就会让整个法律制度拥有更多符合人民期待的法律判决可以依循。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当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判决是更符合人民期待而可以依循的时候，后面能做出来的判决就比较不会背离人民的期待这么远。这个概念我觉得你们在最后是有提出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东西在你们一开始的主轴应该就可以讲清楚。那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挑战裁判的法学素养，或挑战裁判在英美法导论以及刑法导论里面学的好不好的这件事情。那基于一个虽然说是法律系毕业但有点惭愧的法律系毕业的法律毕业生，我也不是很喜欢介入比赛裁判，所以我个人脑补的东西有在后面听到的东西并不会把它当做比赛的很重要的主轴去作为外面的判决。那其实我觉得这场比赛打到最后，对我来说，回到比赛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说处理的是三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是事实；第二个，什么是信任；第三个，什么是成本。那我先从信任开始讲，因为这最难讲。一开始正方告诉我们的事情是，其实人民对于现在的法律判断有很多的不信任。反方的解读是，这个不信任，这个时候我要提一件事情是，有关于今天资料在场上的验证，让我一瞬间有一点点失手，因为我觉得。正方如果觉得这很重要，资料不应该忘了带。反方，除非你对那资料真的很有把握，否则不需要那么诚恳的把资料说是不是这一份，不然是这一份的话，那我告诉你问题在哪里哦。其实当然，这种做法很诚恳，我觉得也对于裁判有很好的娱乐性。那当然你的风度分数会是很好，但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是，你千万要确保那份资料在你手中的解读跟在对方的手中的解读是一样的。万一。你说出了你的讲法，他说，这份资料正好上面还讲另外一件事情是你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你把这件事情留了一个悬念。那当然，在场上有一种处理方式，就是你可以直接质疑对方，连资料都提不出来，这件事情就让他轻轻带过他，但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资料挑战，因为毕竟举证是一种重要的责任。如果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论述，当你在讨论信任这件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核心论述的资料都不愿意举出来，这会是一个很风险的事情，就在裁判心中知道，也会在你们的准备的严谨程度上面给予相当大的质疑，那这对你们是有影响的。但我觉得这个资料的举出最后，我觉得是 OK 了，我觉得这个画面是很有意思的画面。那当以后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再斟酌一下。所以我觉得正方提出来跟我说，人民对于法院的信任度很低，那改变这样的信任度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经常让人民去进入法院。法院现在有上真下效的问题，就是说上真下效的问题，前审的法院以前判过案的后面的会跟随，上面的法院如果判了，上面的法院不敢再硬着跟他对干。同样的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反方应该也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是，至少我可以想象到的是，我知道有很多案件，高等法院不断的发文，然后一审法院不断的照着原来的样子再判上去，这种对着干的状况也是会有的。那这种状况我相信例子不会很难找，如果你们真的有一些想法，或是知道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存在场上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准备的案例，去讨论现在的法院或是司法体系是不是正如正方所说的，前面的法院判过，后面法院不敢动，上面的法院看了上面的法院只好遵从。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就不会有案子不断的上诉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 是可以被举例讨论的。那正方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其实。法院是失去其独立性的，通常会由某一个或是曾经做过权威判断的人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固定性，但是事实可能会有微妙差别，时代可能会不一样改变，所以这样的固定性其实是应变不及人民的需求和想望的，而很容易让这个判决是脱离人民真实的想法。那再来是一些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呢？法院其实用了他们很专业的方式去做出了判断，而这个判断其实是背离人民的需求，或是背离真实正义的追求的。那其实像这种案件，我觉得所谓不确定法律概念，这个案件我觉得确实有点难找，因为你们做出来的举例，对我来说，我其实还不是很能够去
去理解和去感受到这个法官到底做了多糟糕的事情，以至于让后面的正义都无法追求到。那我可以听懂你说的意思。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正方的讲法最后就是我们要让人民纳入陪审团制，让人民去加入。那而因此人民加入了以后就会比较能够信任，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一段，就是我个人有理解到但我在场上其实听起来并没有实现的很完整的。这是前面裁判所讲到的，如果你一开始就决定要大开大合，从一辩开始就告诉我其实事实的追求真的不重要，你现在追求的是一个所谓的正当性，把所有的问题往高空去打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事实层面的问题举证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不重要，因为它其实就会回归到一个很基本的而且绝对很容易就可以对立起来的，就是因为法官在我法系到底谁比较好嘛？到底是成为法系交给法官，有冷静的像机器一样的依直觉去做判断、去做决定比较好，还是交给都是素人的人民去做判断比较好？这东西我觉得就回归到很上位、很纯粹的价值比较，但是就直接考验双方辩士在场上对于价值的阐述和你第一辩的能力。那我觉得如果打大开大合的话，一开始就打，会比一开始先模模糊糊的带到几个事情，看起来又是要打实际弊害，然后又像要讨论实际案例是最恐的法官，但打到最后发现又回到了一个大开大合的局面，跳出来一个告诉我说事实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如果你们真的一开始就有设定要这样打的话，这件事情就不需要留在后位辩士把它呈现出来，而可以在一开始呈现出来。所以对于裁判来说，裁判也不用去担心你到底是不是在因为慌而很多论点的变动，或是也不用让裁判去犹豫，那你前面打分我到底要接受不接受，算数不算数，前面造成的不利益我到底应该要认可这个造成伤害，还是根本就把这东西撇除在裁判准则之外。我觉得你可以摒除掉这种场上的悬念，让比赛可以更掌控在你的手上。那当然大开大合的结果当然就是不会有太多悬念，你打过了就赢，打输打没过就输，就很简单。那打得交准就是阻止裁判到你前面的部分要你去接受的。那以反方的状况来说，反方讨论的事件其实是，今天在正方的状况之下，人民对于法官为什么不信任，举出了一些资料和证据去说明说，其实这个不信任并不一定根基于法官。譬如说今天反方举出来例子，有些是程序性的问题，那是不是就跟陪审团是没有关系？那有一些呢，其实是如果人民进入了以后，也不一定做的比较好的事情，有可能会变得更差，人民可能会因此更不信任法院，更不信任法律。那有一些事情，如果人民进入了以后都有跟法官一样，但是做起来事情就跟人一模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这时候正方丢出了一个说，其实我们也相信人民的判断跟法院的判断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典型的直觉反应，但是反应错地方了。因为反方正在告诉裁判说，有一些案件是需要比较专业的人才能够做出判断的。那这时候正方当然直觉说，其实我们的人也可以很专业的去做出差不多的判断。这其实是法对于正方来说，这是一个攻击型的论点，就是说你应该告诉我的事情是你们的判断会比现在的法官好，而不是告诉我说你们的判断跟现在的法官差不多。那如果是攻击型的论点打平了，一定是你们的亏；那如果是防守型的论点打平了，那就算你们赚到。所以这其实一开始在论点的判断上面要先做好决策，是不应该轻易的说其实会差不多，应该说的是在某一些案件可能会差不多，在某一些案件我觉得会有差别，因为我觉得这些案件的差别就来自于这个制度的价值嘛。所以这种共识达成的时候，我也会一样是会去质疑，如果真的会差不多的话，那你们这个处理方式的解决能力会在哪？就是我刚刚说的悬念，因为如果你们打是大哥大哥的话，这些解决力就不重要。但如果你们今天打的事情是差不多的话，而且进入实体攻防的话，那我就需要去判断你们今天在反方论述出来的成本，而你们没有什么去提高你的状况之下，这些成本和你们为数所剩不多的解决力，哪一个对来说是更说服的事情？所以在反方的挑战里面，告诉我说可能是立法技术的问题，可能是程序问题，可能是量刑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正方处理里面都并不会被解决，因为陪审团制并不会去处理到量刑的问题，并不会去处理到程序的问题。当然，我相信这就是我刚刚讲，正方如果把这个精神继续延伸下去的话，就可以告诉我，借由不断的案例累积，就算我们能够实时的进入程序问题，进入量刑的问题，我也可以借由大量的案件的累积，去树立某一些价值标杆和基准，去影响未来的量刑和程序的判断。那这东西就是一个我觉得会比较好发展的状况。所以在这部分来说，我觉得不信任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比较不会有那么清楚的
为什么今天法院的判决交给原民来做以后，原民就一定会更加的信任？那是为了这个状况，我会觉得说，其实，反方的攻击对来说是有效的。那再来讨论的事情是，事实的部分。应该来讲的事情是我们希望可以让人民判断更接近事实。那今天反方的说法是，其实靠着某一些专业的判断，然后靠着某一些专业法官的引进，或是某一些审判技术的改进，去让事实是可以更加被追求的。那今天正方丢出一个事实可能不重要的时候，我觉得反方的反应，我觉得他很好，但也是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当正方丢出事实不重要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事实为什么应该要很重要。那你告诉我的事情是，事实很重要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很重要，就是所谓的程序、所谓的正义、所谓的一些基本人权的保障。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反方应该很容易可以去在一开始立论上面可以去思考和去做好准备的事情是，其实今天本来就很容易可以去预期到。换成陪审团制的人民去做判断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因为对于法律或对于案件的情感而去影响他今天的判决。那这种判决很多时候，在至少以台湾来说，你遇到的裁判都是大陆法系训练出来的裁判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可以理解什么叫做没有超越合理怀疑就被判断无罪。那或者是什么样状况叫做违反程序正义，或者什么样状况叫做尽管证据能力应该受到质疑，却因为人民都确信而让这个人就有罪。这个时候举出一件或两件在英美法庭明显呈现出来或曾经被讨论过的冤狱案件，这个讨论出来，其实这种法律案件并不是真的如此的万无一失，而很多时候在符合人民民粹的情感和对于无罪推定或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对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他不会受到违法侵害的这种权利上面去做出保障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绝对可以相信你们受过训练的法官可以做得比较好，或是比较不会去做错。那当然你们也可以，这个东西后面部分是一个建议，可以自行参酌要不要使用，因为像有一种稻草人的打法，就是如果你不确定的话，举出什么样的案例去告诉你台湾的法官有不同。你可以自己去找出几件著名的口红案例，假设新闻上过，裁判听过，然后你去站在这些案例，其实我个人看过几个判决书，我都蛮愿意相信所谓的口红法官其实是被误解或被误会被扭曲的，因为很多时候是检察官的起诉法律根本就不对，而法官不能够去辩论起诉原因，很多时候是今天检察官的举证或起诉根本就很草率，但是法官不能够昧着良心去做判断，很多时候是。这个案件听起来其实真的很奇怪，而这种悬念在我的心中也是无法去超越合理怀疑，所以我才判他无罪。所以我觉得是你们可以自己去立几个稻草人，然后把这个稻草人一个一个砍掉，去让裁判知道说，其实这些所谓的恐龙法官的案例，事实上只是对于法律不了解的外行人做成的误解。你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宣导这些裁判书去做好法学教育，去。在重大的案件的时候，适时的发新闻稿，还跟社会做出说明，让裁判书写得更白话文一点，就是所谓的白话运动，更白话一点，让人民可以看得懂。那这个时候，其实就不会有这么多恐龙法官的挑战。这是一种自己立稻草人自己打掉的打法。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但我觉得可以作为你们的参考。所以在这种题目上面，你们无法控管对方会丢出哪些恐龙法官案件的时候，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准备，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所以在最后这件有关于事实的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相信，虽然说在正方的状况之下，人民可以凭借直觉去做出符合人民情感的事实判断，或者说事实判断不重要，而是符合正当性的判断。但我也可以接受今天反方所讲到的事情是，今天按照事实比较严格的法则去做出来事实判断，是有助于人权或对于基础。法律逻辑背景概念这些东西的保障的，而这些东西的体系是有它背后维护的价值意义的。所以在事实和信任这两件事情来说，都并无法信赖今天正方可以做得更好，而最后也因为反方提出来的成本，虽然说没什么太多保障，我也可以接受。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太多的训练是判给反方，这没有太大的问题。那我觉得其实今天在法律上面，我觉得反方可以在试着有一些地方可以去做思考。比如说你们今天讨论的是陪审团站在法官的时候，这些有一些差别很基础的事情可以去论述出来。举例来说，正方今天讨论就是要符合人民的发感情，反方今天可以举出一些案例，或是举出一套学说，告诉我们说感情用事在法律上
那受过专业训练的法官，大陆法系的法官天生就被训练成要冷血无情，没有感情，秉烛成见，跟场下裁判一样，要当成一张白纸一样的上场，然后去客观的判断事实的真假、对错、正方反方都平等的对待。虽然说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官是被要求做成这样子，那这就可以相对于感情用事的正方的陪审团是有一些比较的基础，那张比较基础，这对待反方就一定是优势，是因为场下的裁判不是一般人，而是受过辩论训练、受过法律训练的裁判的时候，一定会有帮助。那再来，我觉得其实今天正方在刚刚讲到的那种的关于法律由谁来制定、由谁来维护，然后由谁来写判例这种东西，就是立法机关的造法，看法院的及时法官的造法，以及交给陪审团制临时造法。谁能够更符合时代的变迁，或更符合人民的需求？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也是在这个题目里面很常被论述，也很容易去发展出来的一套论述。那这也会是我们今天要打一个比较大开大合 的比赛的时候，可以去考虑的方向。那我的小平台就到这边为止。那我觉得我其实我特别想要加询一下，反方的一辩、三辩，还有正方的三辩。那正方的三辩学弟，我要给你一个建议是，其实我欣赏你上台的气势和自信，但是基于一个辩论比赛，我会重视某一些所谓的，应该说超越高比赛里面会特别重视有一些东西叫辨识职责。我觉得你在一辩的质疑让我眼睛一亮，但是你并没有去清楚的为后面的战场做好铺陈。那当然你自己的东西跟你的一辩的质询，你第一次上台的质询跟你最后的申论是呼应的，我听得出来是你设计过的东西。但是在辨识职责上面，我觉得有些问题就是你或许可以再分一点点时间把基础工作做好，包括今天反方一开始就选择制度，他们想要讨论的利害，他们有哪些证据，他们有什么制度变化，这些很基本的东西，我知道有时候很无聊，手职有时候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但是手职如果做得好的话，它也可以有些很精彩的变化的表现，所以你或许可以考虑试着调配一点时间，在基本手职的工作上面做出一部分的分配，再把后面一部分的时间拿来做你大开大合论点的分配，当然前提是你要确保你的整个队友整个团队都是顺应的这条脉络再去往下走，那这东西成绩上就会是精彩的。那我觉得反方的学弟和学妹，我觉得你在场上表现出来的反应速度和论点的转换，我比较不会去假设你们的申论是都全部都写好或准备好，因为我听起来像是我都可以看到在比赛场上的脉络和变化，所以我觉得你们的反应和脉络的掌握，裁判现在想听什么，论点现在进程到哪里，我觉得你们掌握能力是很不错的。那我觉得特别学弟也不要太沮丧，就好好的培养团队默契和培养掌握论点和战场的能力，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比赛的问题的话，可以之后找讨论给大家。
会变困难。这个说真的，以整个概念上来讲，我在最后这个连结上面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的，因为这个东西，但我先讲，这个我没有介入所谓的裁判判决，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在我的理解里面，检察官在一开始的收证的过程之中，理论上我的监听票我照样发，我只是在最后进法院审判的时候，我不能拿这个证据去作为足够支撑到我把被告定罪的证据，我的理解会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他以判决的脉络往下走，他应该是走到这个程度，而不是变成事情是今天我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在起诉啊等等那边被挡掉，在起诉那边被挡掉的这个地方，如同反方他上来就直接跟你讨论的事情是，那今天你核发监听票这东西会不会进到那个，会不会由陪审团来介入？因为不会的话，那基本上来讲，照这个逻辑来看，如果你只取到这些代号的这些线索，你也没有办法取得监听，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取得监听，取得通讯拿出。所以，以结论而言是一样的，因为基本上来讲，这个到最后其实没有太有成立。可是再往下讲的事情是，这个案子这个例子可以往下来讨论第二个东西，事情是，假设他今天是判决判例或者是决议这三件事情上面的而言，对于今天正方要打的民主正当性，或者是民主介入民主在参与司法审判的正当性的时候，其实是有另外一个可以去思考的东西，就是如果他今天是成为的是决议或判例的时候，他一定具有如同英美法一样，他具有拘束下级法院的效果。可是这个时候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是，判例或者是决议这两决议是大家讨论的，我先讲判例。判例是在许许多多的判决之中筛选出某些判决成为判例，没有错。所以如果今天在不采行陪审团制度的情况之下，有没有机会让人民参与去选择判例，其实是有的。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把一年可能五六千件的案子拿出来，好，大家来就是，然后今天给人民参与投票选出哪些是判例。所以变的事情是，这东西是今天正方在你们在陈述整个人民参与司法的时候，我觉得对我而言，我觉得以判决判例拿这个例子来讨论的时候，以判决判例而言，判决它要应该说应该更细致的去雕琢判决的部分。以判，因为我觉得判例而言，反方其实是可以用制度，我就很简单，是用制度去跟你撞，我就可以让人民参与司法这个地方，我把它撞得跟你一样。可是判决的时候，具有跟判例有一个差别，在于判决是针对个案，就是它对于个案性直接会产生那个拘束力。它不只是我是上级法院判决，所以下级法院说不要听我的，不然的话可能会被我就是上诉驳回。可是如果是判决的话，它更针对个案性，就是我的，比如说你们认为这个以监听以毒品代号作为监听文不足以当证据这件事情太不合理了，违反一般人民想象。这个东西纵使这个判例这个判决它之后被颠覆，可是在当初的这个个案之中，人民是没有办法去拿到参与。纵使你套回这反方的概念里面，你们要追求的那个真实那个事实，想要用法律加东西要去还原的那个事实，是不是会被这个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也没有办法被达到的这种路线。因为我觉得如果要去细致的话，这个例子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再思考的事情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后段而言，对我而言比较大的影响是，你们常常在讨，你们讨论的事情是法院的整个体系，就是上级对下级的拘束，这种的概念上而言，你们认为人民的参与这种状态，民主正当性的问题，民主正当性影响刑事政策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啊，我会觉得他在不使用陪审团的情况之下，如同反方讲，其实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人民去进入到这个，对，这个就是参与司法的这个概念之下。所以对我而言，如同前面学长讲，你们那个要打大开大合，应该要更早陈述啊。可是纵使你们打大开大合，我觉得在这个正当性的情况之下，如果你们没有去让人民，让判决需要有民意基础的这个正当性去落实在个案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你们在后段操作上面还是会有风险的，因为你们越
不管是立法也好，不管是判例也好，不管是决议也好，这种东西都有在摆脱陪审团的情况之下开放给人民参与的空间。所以反过来讲的事情是，陪审团最精华的某个程度来讲，它其实就是在每个个案的反应上面有没有办法把人民的意思，或者是如果再用正方的概念下，就是人民的意思去把它融在这个判决之中。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去在个案中展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们今天追求的东西不是在个案中展现的话，那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你在那个有没有使用陪审团似乎是没有那么的重要。好，往下再讲第二个我觉得可以大家来讨论的，这个是对主要针对反方在打的事情是那个成本变大的这个部分，就是对于这个现在的检察官现在的传票要花多少钱，然后所以这个时候一年的国家预算只有多少的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区分两个程度来讲，检察官会被操到死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你们在打成本的情况之下，这个我觉得会比较有效果，因为这个同时你们可以去帮你们的音量，因为你们在追求真实的这个情况之下，当他被过操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你们在发现是真实的这个过程，他会有所影响。可是往下讲的事情是，我常常在觉得在辩论场上谈钱的东西，除非你有办法把钱联动到什么比较严重的就是严重的后果跟弊害的情况之下，不然其实单纯谈钱，其实我觉得那个效益实在是不是很大。那当然就你们大概也就是玩了两个辩词之后，这两个辩位之后，然后你们就不玩了，对，因为反正那个他们也没有怎么样，就当做捡到的点就这样结束了。对，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谈钱的这个部分，如果你们要谈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应该这样，我觉得要谈还是就是你们可以去思考的事情是，当今天经费，如果你在谈这块钱的时候，当今天国家经费不够，而硬要采行陪审制度的情况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弊害？这我觉得去点这个，它的在谈钱的这一块呈现的效益会比较大一些啦。对，当然，因为在这样比赛中，这个其实真的还好，不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这边谈到这个。第三个我想要谈的事情是，我想要比较针对制度上来谈，正方今天的制度，就是今天到底能不能上诉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一定程度上，我觉得陪审团制度，你去讨论上诉这件事情，是一个某个程度上对我而言啦，就是在我经验法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要被讨论，而且值得被讨论。原因很简单，第一个，你第一审一定是采这个陪审制度，人民参与的过程。那这个时候，今天不管是判决有罪无罪，假设我都让他上诉的情况之下，第二审的这一审陪审团是人民还是法官，这个是第一个要思考的。第二个要思考的事情是，当今天同样是人民的时候，一审跟二审做出来的判决是不一样的，一审做有罪，二审做无罪的时候。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去讨论的。是代表的事情是，一审的这一群人，他们是被就是当时的这个是事实的还原的程度的问题吗？一审还原的没有那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决定做无罪的判决；二审还原的更清楚，所以最后他们决定做有罪判决，或者是反之亦然。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一审、二审上诉的这种情况之下，会导致的事情是，很有可能在反方的一种操作法，就告诉你的事情是，其实民意啊，或者是人民对于法的想象啊，对于案件的想象啊，是浮动的。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以今天正方举的几个例子好了啦，不管是那个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个就是护妻，然后就把那个小偷给勒死的这个案子，今天假设一审陪审团认为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完全合情合理啊，罪判决无罪。可是万一二审判决有罪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代表什么？是代表的事情是，难不成今天就全世界人都可以接受这件事吗？就是我觉得一审、二审的这个上诉到底能不能上诉，跟上诉你的整个
整个制度要怎么样的去运作，以及它往后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应该可以那个正方可能可以去，应该说双方面是可能都可以去稍微去做思考的问题。对，再来第二个事情是，这个在上诉的部分，对于正方今天的制度，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一审判决无罪的情况之下不得上诉，我就觉得这个蛮有趣的。这个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我没有很能理解为什么一审被判决无罪之后就不能上诉，是因为要保障这个被告的利益吗？可是这样子又很怪啊，那被害人的利益难道不用保障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一审不能上诉这个东西，当然这我现在谈的跟今天比赛场上是无关啦。可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你们在设计制度，如果今天比赛进入到一个需要去讨论制度的实质影响，不管是实然或因然上面能不能够符合你们的因然，或者是它实然呈现上或许有没有什么弊害或利弊的时候，这种东西都是需要去思考的。对，你上诉为什么？就是你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能够上诉？再来，最后我们再谈一个东西是今天就是反方有拿出来，正方比较少回应的，就是所谓的协商这个制度。协商这个制度而言，在英美法里面，因为他们的很多的概念认为都就是法庭处理，就是双方当事人在做攻防，在跟就是交战，所以今天就连罪行，就连刑度，在我的印象之中，就是都是可以再进入协商的一个状态，只是协商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就是协商的结果必定为有罪判决。对，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他要求的是什么？协商的制度要求的是诉讼的精简，所以我今天我把诉讼精简下来的情况之下，就是你被告你今天你就是认这个罪，然后你不得我现在也忘了他能不能上诉，应该可以上诉，上诉好像是上诉到合议庭吧，从一审的简易庭上诉到合议，我觉得有点没有很确定，对。这个制度之下的话，你协商在要求的这种程序的利益情况之下，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协商在要求的，它只是在要求的是一个判决的简易，判决的简易等不等于符合民意，等不等于符合民主正当性，或者等不等于正方反方所讲的发现事实、发现真实？其实这个都不见得。而协商这个制度在被广为使用的前提之下，如果现在讨论美国制度，在协商制度在被广为使用的前提之下，那协商跟陪审团他们两个分别代表了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今天你要往陪审团往下细部去打的时候，其实协商这件事情虽然这反方拿出来打，主要是拿来打的事情是你们那个你们的案件量会不会太多，会不会导致检察官死掉，或者会不会导致国库花很多钱？可是其实协商这个东西在两边的价值上面而言，它其实都是有所碰撞的，就是协商会背离两边，不管是正方在讨论的，就是民主正当性，或者是反方在讨论的追求真实的情况下，其实协商这个制度是都有碰撞，都有互斥的这种状态。所以如果今天拿协商出来讲的话，我真的觉得协商真的就点到为止，就是因为协商这东西不要把它当做制度的一环去做太实际的讨论，不然的话，协商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它只是在做诉讼的精简。对，那这个只是我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那比赛场上的部分的话，基本上如同前面两位裁判以及我刚刚其中谈到的，就是今天正方在追求的所谓的，不管是要采行这个大开大合，认为就是今天民主正当性、民意的参与司法审判这件事情很重要的情况之下，这个在后面的话，其实反方也是就是很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来讲，反方其实算有点轻松的把它这样子带掉了。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今天论点分也是判在反方身上的。对，那双面是我对。